你希望他好的人，他会想你好吗？这是我朋友公司，体量太小了，我觉得没有投资的必要。谁说的？我想帮帮他，我去找他，顺便叙叙旧。行行行，你是副总，你说了算。你好，想问一下，总经办在几楼？21楼，珊珊。小美，你现在在做业务员吗？不是的，我想来开谈会合要作。开，你先自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。好。见到你朋友了吗，珊珊？见到了，这么久没见，感觉还是很亲切。我和他之前真的很好的。我回来了，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。都是我爱吃的，珊珊你太好了。这次我们俩一定要一起去 MY 公司。我们都准备这么久了，肯定能行，加油。好。先进去休息啦。这次其实只有一个名额。那时候我们面试同一家公司，但我方案忘保存了，不然后面也不会遇到你。行，那你们俩好好叙旧，我先忙了。好，拜拜。不是说院士同意我们的投资方案吗？今天怎么还有高管来？我不知道啊，说是很早就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您的朋友好像还在外面等您。还没走？真是阴魂不散，真还以为是以前吗？我们出去看看院士的人来了没。小美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要等人呢。你怎么？我怎么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你觉得你一个小小的业务员，我会跟你有交际吗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突然……朋友？你是觉得我处处都不如你吧？高中的时候，我喜欢的男孩子就喜欢你，我爸妈不给我买的东西，你也轻易就能得到。不是，我从没这么想过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你面试的文件就是我删的。你……算了，像你这样心胸的人，公司做不大的。怎么，嫉妒了？马上院士的高管就要来了，拿到投资，公司只会越做越大。知道院士吗？你这个小小的业务员。你是说这个吗？你就是院士的高管。不算多高，只是有点股份而已。珊珊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刚刚和你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？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。哎，开完了，我走了。